北边，啊，我今天买了一个猪心肺回来，我花了15块钱，给你做美味哦。对，我都不吃这个嘞。你不吃啊？嗯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打脸啦。这看上去那个。单子，哎呀，蛮好吃哦。这个3块钱啊。猪肾肥，这个猪肾3块，这个肥1块是1块钱。哦，有个水八瓶。八瓶你啊，奶奶啊。嗯。奶奶，你吃下哦。那天的水吧，我去送了的。没必要你吃呗。关回去了，不要记得了。哦，忘记了。哎，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似曾相识，舅舅不是给你寄过？是哦呀。哎，你看，鼓得这么大了。哇！是把那个里面的脏水给搞出来。哦。洗一下，旺财，嗯，再给你吃一遍啊，好吃吧？好，这包这边搞好了。好，我也马上来了。好。采访你们吃饭了哇！哎，这个火烧的这么猛啊！好，吃饭吃饭。这个旺财好积极。哪一位？还有这边麻油，跟冰猪比起来呀，嗯，那你确实很好吃，好吃吧？刚刚不知道谁说，嗯，我不敢吃，嗯，打脸了啊。